我们也可以很客观的来看看，有些人他是很精进，但是你会发觉他是精进里面是有目的的，他精进里面是要表现的，他精进里面是一点都不自在的，这个这种都修不好啊，这种都没有用，他是要修给人家看的，甚至要修给自己看的，你看我能修，我本来有这个习气我把它转掉了，你为什么要把它转掉？知非啊，知道这个习气不好啊，不好能不转掉吗？啊，转掉是应该啊，转掉不好的习气是应该了，做对是应该的啊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有什么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？没有啊，你只是做应该做的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接着下去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应该怎么样，那就完蛋了。我执法执坚固，那也没得修。是不要修行，千万不要落到，当然也不要太懈怠，但是也不要太精进，太精进就修苦行了，很勉强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啊，那就修苦行了。那放逸，明明你可以做，你为什么不做？所以这都是两边嘛。那我们就要修中道，所以真正修中道，他随时都在和平协调平衡感里面，身心都是很平衡的，这就是修中道啊，不需要装着一副有修的样子，有修不是装出来的，有修是很自然就流露出来。我们离不开这个身心，有修的人起心动念对，做出来行为对，就有修的。行住坐卧皆是道，淫为造作皆是道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有修啊，随时都跟道相应，也就是跟实相相应了。